员工餐时间到了，大家今天想吃什么呀？蛋糕。那今天就点一个打顶根。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树莓提拉米苏，我要点一整个。哦了，下单了。哇哦，他居然连铁盒子都一起送来了耶！迫不及待的想打开，粘粘粘粘，它是粘在了上面的。哇，他们家这个双面胶的质量很好哎。还有非常昂贵的车厘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我们公司上市。来来来，下午茶，快快拿盘子来，多拿点嘛。拿个锅铲来，这个勺子太难用了，这个多方便。谢谢。下一位，哎，这边这边。你少吃点吧，哥。对着镜头说一说，你胖了几斤了？十二斤吧。很多新生儿都不足十二斤。下一位，要方正一点，就像你做人一样。对，是的，我叫李方正。啊，姐妹，祝你的爱情甜甜蜜蜜。啊！我不吃车厘子，谁呀？大家的嘴脸就跟我们公司没有卖过车厘子一样。哦，哎，为什么要吹啊？好吃，它下面是那种湿湿软软糯糯的，但是没有吃出提拉米苏的感觉。我又吹了一下。主要是以前拍视频的时候被烫过。嗯哼嗯哼，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你不是号称要减肥吗？这位哥，就是因为减肥成功了，所以现在可以想吃就吃，很励志。我现在已经知道镜头在哪里了。好累。我们公司开业的时候再订一个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安排。这不是剧情，这真的。吃甜品真的会让人心情变得很好，而且它这个蛋糕一点都不干。OK， 今天是宠员工的一天，我们下一餐再见。